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，是我们今年炒辣椒的第三天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今天孩子们也放假了，只不过是没有在老院子，因为这边现在炕也没放，比较冷。今天一炒，明天我们就整整一天打包加发货，一起来看一看。掺杂其他任何的垃圾，仅限于。我们的中粗辣椒面就是通过这个筛子来控制，然后把这个辣椒籽就给它提出来。这是我们的筛子筛出来的辣椒籽，把这个辣椒籽碾细以后就和在均匀的和在我们辣椒面里面，这个是单独装起来的，到时候我们均匀的和到辣椒面里面，每天就要碾上好几锅这样的辣椒籽，辣椒籽特别香。哇，这是以前那的吧？是去了个江上。没啥的饭哦。哎，把都是他洗的。江上新鲜呀。啊，好，感觉我要吃三碗。我虾肉面条。最爱吃的手擀面，走起！哎呦，最梦想好了！啊，这主要最梦想好了，这家谁去叫苗子去把把都去好了。各位朋友们，忙碌了一天，大面条吃起来。虽然是每天在炒辣椒，但是我们现在吃的还是今年前半年做的辣椒面。明天晚上我们裹点新辣椒面吃。啊！太美了！我说的，你为什么？我短暂是一个人，不要骗我啊！